你在这等着，奶奶我再去拿个盘子。啊，奶奶，这虾看起来好好吃，您能不能给我们也分享一些呀？谢谢。你这小孩，也不看看自己都胖成啥样了。奶奶，我劝你还是少吃点吧。奶奶，我可以少吃点，如果您能吃完这些的话，我没有任何意见。可您要是吃不完，是会造成浪费的。现在大家都在提倡爱惜粮食，拒绝浪费。嘿，什么浪费不浪费的？奶奶，我可是花了钱的。啊，走，不理他，那边马上又要上大闸蟹了，咱们赶快过去抢。皮娜，你怎么就打这么点儿？富贵，我们吃自助餐可以每次少取点，吃完多取几次，避免浪费。可动作慢了就吃不到了。小朋友，刚刚看到你没有拿到大虾和大闸蟹，我们厨师特地交代了，专门给你们送两盘。哇，谢谢姐姐。没事，这是我们应该做的，顾客就是我们的上帝，对于您这样文明的上帝，我们更应该照顾的。奶奶，我们店提倡勤拿少取，您如果吃不完，可以不用一次取那么多。嘿，顾客就是上帝，你怎么跟上帝说话呢？奶奶，我胃口，高兴取多少就取多少，看你能把我怎么着。奶奶，您取多少都没问题，我只是怕您吃不完造成浪费。